今天要介绍一个在这个浪漫河岸美景旁，充满欧洲中世纪古建筑风情的青年旅馆。这就是我们住宿的青旅，在比利时根特的住宿就是这间位在圣米歇尔桥头的 Uplink Hostel。这间青旅在充满历史感的中世纪建筑中，窗外就是贯穿法国和比利时的利斯河。里面也充满了欧洲中世纪古典风格。不要怀疑，青旅窗外看出去就是这个如诗如画般的梦幻美景。看看房间吧，整栋历史建筑没有安装电梯，虽然进出或搬行李有些麻烦，但木质楼梯的古典风格很有气氛。Uplink 是一间青年旅馆，因为价格不贵，我还是订了有私人空间的三人房。确定的时候，他就把床单给我们。这种青旅是要自己铺床单的，所以呢，好辛苦一点。床单弄一弄。这里是二楼的空间，你看这个墙壁感觉就是真的是古迹的墙壁的感觉，然后呢也可以有自己的灯，还有自己的插座，这是第二层的空间。可是还是会觉得这边好像有一点保护的不够的感觉，有一点紧张感。三楼还有电扇，我觉得三楼真的有点可怕。我们去看看小二路好不好？男生女生间没有分，男生女生共用。然后洗澡间在这边，在这边还有洗衣机跟烘干机。的厨房也很有异国风情，设备用品也很齐全。为什么我的人可以亮呢？因为我偷偷用了补光灯，这样我就可以拍到人也亮，景也亮。漂亮的地方，我身后是我们的民宿，然后出来就是啊，漂亮的运河美景——独立广场。圣米歇尔桥可以说是整个比利时根特最美丽的景色。住在桥旁 Uplink 青旅，等于是浸身在这样美丽的景色中。现在河岸边欣赏夜景，当然要来一瓶比利时啤酒喽。但是在河边怎么会有开瓶器呢？哎，这是我们青旅的钥匙。现在你看到这个青旅的钥匙呢？你看到的钥匙不是钥匙，是吊饰。这个吊饰才是我们的钥匙，我们用这个来逼房门进去。所以呢，这个钥匙造型的吊饰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开瓶器耶。你看比利时人是有多爱喝，现在就用这个开瓶器来开我的苹果酒。比利时的酒真的很好喝，记得带一瓶比利时啤酒到河边来看夜景哦。地上装置了投射灯，为替河岸两旁的历史建筑在夜里打上灯光，路过灯前就会制造出这个有趣的巨大影子。
看到这边超市就安心了，青旅附近就有 AH 超市，真的是太方便了。现在试吃苹果派，苹果派在比利时是很有名的，可是超市买的苹果派会不会好吃呢？试试看。虽然是超市买的，可是还有一点热热微温，有苹果、葡萄干，还有淡淡的肉桂香。超市买的就很好吃了。虽然旅游是一种放松的休闲活动，但在这美好特别的环境下，即使在厨房忙，也是一种愉快有趣的经验。清晨的圣马歇尔桥又是不一样的风情，跟晚上的热闹回然不同。圣马歇尔桥下，右边是服务岸，左边是香草岸，风景都十分漂亮。逛累了也要像当地人一样，在运河边悠闲地看风景，喝啤酒。据说在中世纪最具财力权力的工会成员才有资格在这里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已经成为这里最具代表性的画面。吃了就知道，这看起来其实是像熟的，对不对？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吃？我觉得很可以，看起来像生肉，但是是熟肉的感觉，可以可以，可以吃，补充一下牛肉。要离开住了两天根特这间老房子改建的青旅了，有点舍不得。根特真的是一个很浪漫很有情调的城市，但是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城市咯，拜拜。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下个影片再见咯。